所以我们刚刚弹错，大家都觉得那是新的。哦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哦，好险！不要这样。我刚才发现，哦，这个小云爆了，啊，这个乌贼爆了，赞！大家一起爆了！大家一起爆！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练团。干，好鸡掰哦！突然觉得好鸡掰哦。哎，下一首会更发大哦。哎哎，对，很刺激耶。哎呀，下一首是光柳，然后不是瓜牛。刚刚我们的摄影大哥瓜牛，不是周杰伦，光柳。对，然后这首本来是没有主唱的啦。对，然后突然他加入了之后，想说啊，我们就找一个那个位置给他。对，而且其实很好笑，大家都问我说，哎，为什么你们可以找那么可爱的主唱？哎，叛徒啦，叛徒啦！哎，不是说一起当一个没有主唱的乐团吗？没有，刚刚你们搞错了，不是我们选他。是他选我们。哦，我怎么觉得？你这时候啊，如果跟 PA 大哥说，那老师不好意思，麦克风帮我丢掉，然后走下去，哦，很赚，很赚。啊，没有啦，开玩笑的啦，不要走啦，不要走啦。没有，我们里面是可以的。没有，你知道就是颜值单。没有，没有你我们都不行。就是你知道有一次那个，应该也是就前天啊，老破嘛那一次。哦。老破嘛那一次，就是我那时候发现都发 QA 嘛。嗯。然后那个时候，就有人在上面留言说：“啊、哦，我觉得这那个时候他还不在，啊、哦，我觉得这一团啊，如果再收一点，会是个型男乐团。干呢，什么再收一点？现在他出现了，好啊，没有人承认我们是型男乐团了。不用，那我们都不重要，对，我们都不重要，我们都不重要。重要啊，对不起。发大了，发大了，睡哦，睡。哇，好大错哦。很发大而已。Thank you.